这把不是传统妖姬吗？这把不是。你看这对面是谁，哥们儿？看这对面这人，你看他像什么东西？他像不像那个一大坨那个？这就是奎桑提， 4700 HP。 后面的主播记不住了，这就是奎桑提。那Show Maker 是怎么能说出来一次性能说出来那么多名言的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陆总。 <笑>你们还真有人能记住，能记住他是咋说的，那也太秀了，家人们。Nice，杰斯。虽然你这样选奎桑提打中路是好事，所以我直接出电刀，直接出电刀，我也不给你发育，我也给你推线，他妈打也打不动你，还不如出电刀。 这人还不喜欢喝血，你发现没？今天怎么一直在优势啊？不能放E，放E他该用那个抵消控制了。我操，今天感觉运气不错呀，兄弟，全是优势。 这就是奎桑提，操，差点装过头，还跑。买个真眼吧，哎，算了，不买了，赶紧合出来电刀。就电刀出来之前，我啥都不想买，兄弟，说实话，买一个眼我都感觉浪费钱。 赶紧出我的电脑，兄弟，你快去，你速去，我等会儿就来。有。 他那个二段的那个击飞，他是什么原理啊？一开始是没有击飞的，然后身上冒出来那种旋转的那个风的时候，他有击飞。那个是什么原理？那个必须得打到人才行。对吧？跟亚索的一样哦，懂了。就他这个击飞，他该往前一下给我放个 Q 了。打到小兵也会吗？还是说只能打到人？我没玩过这英雄。都行。 OK， 我操，那还成战士装的亚索了。他这个位移我不好放E，等于肉亚索。OK， OK， OK。 那他这个反正其实要小心，啊，我刚说完，等他上来吃兵，看到我很意外吗？完了，他好像快六了，先交点人。
哎，好好好补技能，这两个链子放的。1950啊，我得吃完啊。到了，我去不了，哥们儿，我得赶紧回家出电刀。我出来电刀以后，这局节奏就该由我掌控了。就你出电刀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跟你中了200块钱，但是呢，你还没有去兑奖。你到家的时候，你把这200块钱给兑了，你心里舒服不舒服？舒服。你都该想，我该用这200块钱干嘛了？这个电刀就是说，在它最快的时间出来以后，然后去打那些比较经济比较贵的一些装备，就快速成型。你这么难杀的，操！好好好，都别想逃。一抬头我就看得到天。反正他死一次，我跟你说，绝对是很伤的。我这带着爆破，你就问他难不难受就完事了。好了，配币了。这回家一趟1200，这谁顶得住这？开补开补。这样补吧。他这样出就没用了呀。他这样出完全是针对我的电刀第一件，他有点忽略一会儿忽略我的 AP 的伤害了。干嘛？你是我呀？啊？不是，你不会真以为你是我吧，大哥？你想扛着兵线拆了？我推线我就一波，他还想扛着兵拆了？你不是我呀？我一个 A 就是一波线。这打钱太快了，主要是就成型的以后啊，就优势以后成型会非常快，比传统妖姬要快很多。这波说实话可以游一波。哈喽呀，哦，这个人他咋办？其实还是能出，还是能出。说实话，觉得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玩法，削了，还是能出。哥，你让他给你干那儿去了？算了，哎，怎么没蓝 buff 呢？主播才播了一个小时，是的，我今天调时差了，没调好。好，一塔是我的了。清完兵还可以放个 E， 当然啊。清完兵的时候可以预判那个兵提前死亡，然后 E 到他，都是细节，都是微操，家人们，慢慢学。
主播今天看电影包场什么感觉？操，我今天看电影看哭了路上。钻一分段，这不就钻一吗？我写的是白金，但这号排的是钻一。给他了，给他了，不吃了，再吃就有点不礼貌了。今天不是录像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23年7月7号，现在已经是电刀削弱的版本了。削弱了，我觉得还是能出的。不是，因为妖姬的 W 有这个充能术，妖姬的 W 可以快速回充能术，就是你用妖姬去打的话，如果你用双位移的话，你是能打三个充能，一波能打三个充能的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你看 W 回来，充能又好了，就是他 W 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导致这个就是充能会特别快。为什么不抄神的理解抄小明学习？我为什么要抄他的理解？我不需要小兵驱使器，我也能 一波线 一个平移一波兵啊，我能打出来优势。隔电刀这装备就该删除，好好好，收割者收割者得出收割者，就是容易没蓝，先垫他一下。这充能又好了，你看没？就你只要打，这充能不是在好，就是在好的路上。充能又好了，这你 W 很快的。这还用什么发现？你自己去训练营里边试一下不行了吗？ W 过去这不就充能吗？ W 回来又是充能，然后走路也算充能，然后 R 也算充能。有，我看对面的人是谁吧？对面的人如果是。是很容易，不是很容易吧？不像奎桑提这种，我看见狗头还有赛恩奎桑打，我跟你说啊，打赛恩，打赛恩，你们不是不会打吗？你就出这个，你看赛恩难受不难受？就是你就出这个，就如果对面中单是赛恩的话，你妖姬出电刀，你看他难受不难受？他一个塔都拆不了。我带的是爆破，我这个成型快，我这个是刷线加吃镀层一起的，但前提是必须得打出来优势。我爆破吃着镀层拆着塔，一会儿出完巫妖就更快了。妖姬哪个皮肤好用？就这个吧，或者 IG 的。这奎桑提都不想管我，
坏了。然后你再出个耀光，然后你现在就跟拆天队似的，你再出个耀光，你再去看你拆塔，爆破加耀光，然后加那个电刀充能，主要电刀充能 对塔也有伤害。那你看你拆塔多快吧，只要你起来就是三件套，你也不用出杀人书，就电刀然后暗夜收割者加一个巫妖，你就知道你拆塔有多快了。他们敢去打一波龙团，只要有五个人啊，没人管你，打一波龙团他们就输了，必须得有人过来看着你。刮过去他还能刮回来的，动小的吧。不用去参团，你就一直带。没有，那肯定是没有这么快的。你这弄得他们只能守家，你知道吧？他们都没有心情处理我，没有时间。